6月17日，有媒体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关晓彤深夜醉酒的画面，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关晓彤和好友聚会后，一群人就缓慢地从餐厅内走出。当天，关晓彤身穿黑色 T 恤，头戴黑色棒球帽，戴着口罩，站在人群中非常的显眼。从画面来看，关晓彤好像喝酒喝得有点多，走路都摇摇晃晃的，被两位美女所搀扶着。尽管如此，多少都有点不自然了，还好有人搀扶，把她送上了车。关晓彤自己就曾在多个场合中说到自己比较爱喝酒，也很能喝，没事就会小酌一杯，看来还是很豪爽的嘛。而且这场聚会一看也没少喝，走路都脚下生风了，飘飘然了。不仅仅如此，她的男友鹿晗也爱喝酒，此前就有媒体拍摄到鹿晗也是在深夜与好友聚会，喝得东倒西歪，走路都走不稳了，也是和关晓彤一样需要被人搀扶，两人真是天生一对呀。最后也期待他能带来更好的作品，也祝关晓彤与鹿晗早日迎来好消息。